的生活不如上一个人问我你是哪里的人你可以说中文你来自泰国美国新疆还是蒙古国你们看我的脸但是我不住在那边所以你是什么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的皮肤很白我会吃豆腐的很快也会用筷子今年送水汉子我送那边菜每次送去往后回来里面你不一样特别不一样真被你心里想你应该来来留你我法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黑哥们你在这等什么有本格我是混血我的心里有看到的样子法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黑哥们你在这等什么有本格我是混血我的心里有看到的样子看到的样子特别的故事真的有意思呀、yeah, 我们的小黑道那个角落你忘到肯定你不知道当真应该找着一会看看一下留你忘在哪旁边骂的在是假话想别的想法说着真实话也有很多的文化 Peace love 跟谁没呀如果你喜欢大家就告诉你的爸爸妈妈里面印度样特别不一样真被你心里想你应该来来留你我法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黑哥们你在这等什么有朋友我是混血我的心里有看到的样子法国人我是中国人我是黑哥们你在这等什么有朋友我是混血我的心里有看到的样子看到的样子特别的故事真的有意思呀、yeah, 我们在中国什么的地方无所谓现在关注所有的只有喝一杯我的生活特别放纵我不会累特别高兴我也已经从容因为在中国什么的地方无所谓现在关注所有的只有喝一杯我的生活特别放纵我不会累特别高兴我也已经从容因为在中国想我旅游探索然后找找很多好的朋友真的我们在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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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温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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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大家et très bonne année à tout le monde pour cette année du coq cette année du poulet très bonne année à tout le monde et à bientôt